介绍的是跟深深代系列的高中健尚圈，还有学姐过生日。那现在先介绍三堂课程，想要第一个的话，我首先还有一个毛巾，还有一个毛巾，然后还有一个的衣服，也是一个毛巾，然后还有一个布丁的翅膀，还有一个毛巾，还有一个布丁的衣服。好，接下来的我们开始讲。持续这样的动作一边哦，然后编到差不多自己手围的大小，因为每个人编的这个结的大，它的这个大小不一定哈、哦，所以我不能去设定大概有多少打多少个结，那所以必须要看每一位你们自己在做的时候，然后差不多一个手圈的一个长度的时候，就可以稍微量一下了。这样长度，我们来看，这样是不是刚刚好 ？OK， 这样差不多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在这边把它拉出来，它这边就已经是一个结了哦。然后我们记得这边要做一个环扣，所以我们大概差不多一个手指头的宽度，然后打一个结，就打死结了。等一下再慢慢把它收进来哈、哦。没有啊，没在意听到。好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行到第二个步骤了，就是把我们的衣面皮绳解开以后呢，我们这边就是对折。对折之后，第二个步骤叫做见缝插针。见缝插针的意思就是，我们交错哈，我们只要看到这个我们之前打的那个就是勾结嘛，就是我们那个钩针的那个锁链结哈，我们只要有缝的地方，我们就把它穿过去。一条往前，一条就往后。我
我们就依序这样子把它完成啊，只要有缝的地方刺穿过去，然后其实也可以用比较快，我们就等于是当在缝衣服一样，只要有缝的地方我们就把它穿过去。可以先完成一边，以后再完成另外一边，这样速度会快一点。都已经穿完，两边都穿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先把这个古银珠哈，管状的古银珠穿进去，穿到这个手圈的正中央。接下来这两股皮线我们都穿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就要做结尾了啊。那结尾的话，我们就是用所谓的秘鲁结，秘鲁结的话就是这样子，我们用食指辅助，然后我们另外这两条线，其中一条线它我们要做固定。哦，做收尾用的。那这两条线的话，就是用我们的食指辅助绑住它，然后呢就绕圈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不要太紧了。好，然后慢慢把手指头抽出来，差不多在五圈左右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把线头再从刚开始的地方钻出来，然后呢我们后面的圈往前面移动，慢慢收，慢慢拉，慢慢收，这时候有点耐心，因为这个要收的漂亮的话，要有点耐心。我用转的，慢慢收。然后你要看到那个线是很整齐的。稍微调整一下哈，因为它看起来再整齐的话，稍微调整一下。紧张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边这样大致上算完成了。那还有剩下我们这个地方做装饰，所以我们就用金的钱，然后把铜圈打开，然后分别把我们的古银的饰板套上去，在我们这个线圈的部分。也把头圈打开，然后把铃铛全部放上去。OK， 其实很简单的，算是我们一个圣诞节气氛的一个手圈兼书签就完成了。